台湾会有好滋味，靠的就是每一个人的认真和努力，才会当让咱食了安心又搁健康。台湾的农民实在真厉害，唔但爱会晓管理田地，每一个搁拢是田内面的科学家，用科学的方式种出较早爱靠进口才会当取得的食材。较早就爱靠进口才会当有的肉桂，即马伫咧台湾的玻璃山区嘛有人咧栽种。肉桂唔但载着浓浓的情感，也捌改变过世界的经济史。每礼拜五暗时10点，花西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迄一味。